叫大肠，霸王肠，这是锦鲤，锦鲤里边的。小吃，哎，看一下我们乐山的名小吃啊！乐山名小吃，哎，你吃哪一种，姐？看一下你喜欢吃哪一种？哎，羊肉、牛肉啊，锅巴土豆、粉蒸牛肉、炒米。大侠，他在做这条鱼丸呢，看看，看看，这个饼很好吃，刚才吃了一个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还好看，看多多漂亮，漂亮。哎，这妈妈是你，欢迎是不？这个，对。他是要录中间那个吗？都说的。来一个吧，双聊。双聊，双聊老妈。兔头，来一个。